主人，干嘛？我看了评论区，大家都说我之前选璎珞的衣服选错了。选错？为什么呢？他们说了，柔柔女孩才是迷你世界里面最温柔的一个。真的假的？你自己看嘛。明明是你自己说要穿长裙的，我哪里知道天气它有回温的。可是人家天气预报已经说了，过两天又有冷空气要来了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柔柔女孩。这家伙还开始赖上了。你可别忘了昨天输的人是谁，要满足我一个心愿，你还记得吧？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。行行行，我做。